会警告你，你以后啊不可以离开我超过三天以上，那是我的极限。以后你不能离开我两天以上，那是我的极限。林心如饰演雪花，朱振模饰演齐月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快迟到了。李晟饰演火花，张瑞饰演齐飞。哎呀！何流氓，你疯子，你是干什么？在绑架我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明天我就去告你去。好，等我们把话谈完呢，你要怎么告？随便你告。谁又给你套话？你以为把我带到这里，我就会给你谈的吗？门都没有。万茜饰演浪花。姚元浩饰演耿若晨。黄家是因为你背叛他，妻子也是你造成的。混蛋，今天你没有母亲已经怨我。刘德凯饰演耿克义。先生，你们到几层啊？只要不是去十八层地狱，我哪一层都行。白梦华，如果有难记得找我徐浩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叫白梦华的？天哪，怎么又卡纸了？你帮我看那个机器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老卡纸，我都快疯了。妈，小梦就是你儿子甘心给他当秘书的那个秘书。杨子饰演烟花，邓伦饰演徐浩。你们干什么？方清卓饰演徐母。你们又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，你说他找你吃饭有何居心啊？只要你们没有进入礼堂，我照样还有机会。你这是在跟我宣战吗？着火了！哎，你们两个这么能干的男人，居然连玉米都不会烤，怎么回事啊？高子琪饰演韩丽。你这个冒失鬼，行李交给你保管，拿着。快！我还会少林拳的，鹤拳呀，嘿，虎拳。你们干嘛呀？你们这么大的人还打架，你们干嘛？快擦擦！哎呀！又是你啊！为什么碰到你不是撞车就是摔车？韩立，抓住你了！救命！姐，把我抓住了！姐，快点！那不如我们先来个预习吧。什么预习啊？预习入洞房啊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浪漫会不会永远追随？爱情会不会永不褪色？爱情来的并不容易，我似乎等了几个世纪。你忽然出现，这个手势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秘密手语。手语，是什么呀？是三个字的一句话。有时心底充满恐惧，从来没有这种狂喜。不要那么快说出那三个字。有这么伟大的爱情啊？爱上一个七岁的女儿，等了她十四年，你是骗人的吧？你不相信人世间有这样伟大的爱情吗？这个王子就是现任的不丹国王，他的名字啊叫赫萨旺楚克，他的妻子叫佩玛，他们俩是在2011年10月13日举行的婚礼。我喜欢屋里的花，在屋里看花朦朦胧胧的，非常好看。就跟人生很多事情一样，太清楚了反而不好，一定要模糊一点，朦胧一点，带着一点自我的幻想来看，才是美丽的。是啊，你呢，就是一朵雾里的小花，有一种朦胧的美、模糊的美和神秘的美。在太阳底下的你，依旧有一种清楚的美。爱情来的并不容易，我似乎等了几个世纪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来，手机里有我的秘密，你怎么可以看？拦住我！
你这个混蛋，站住，站住！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偷看别人的隐私呢？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对不起，我不该抢你的手机，是因为你那个国内的男朋友实在让我太担心了。如果我不弄清楚的话，我一定会天天失眠的。How many arms have held you and hidden to let you go? How many I wonder, but I really don't want to know. How many lips have kissed you and set your soul aglow? How many I wonder, but I really don't want to know. 我知道了，你早就想甩掉我，拿我哥的一时失常当作借口想摆脱我。我知道你划船时说的故事都是真的，你有病。我有病？我谈恋爱没有超过三个月的，你已经过期了，你不新鲜了，跑完了，我不喜欢你了，行不行？齐飞，别干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卫视上海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，《八月巨献》，花非花，雾非雾。